美方需要向国际社会作出解释。美国对俄罗斯发动网络攻击，如何与美国宣称的不直接介入俄乌冲突的立场相一致？美国和北约宣称，网络攻击可被视为武装攻击。 美国此前还宣布，美国可利用常规甚至核打击手段回应对美国的网络攻击。按照美方的政策逻辑，美方上述行为有可能导致俄乌冲突扩大化，甚至有引发核攻击的潜在风险。不难看出。 美国正在利用俄乌冲突进行危险的试验。美国自信拥有全球最强大的网络军事力量，可以控制网络攻击导致的各种后果，但现实情况的走向不可能完全按照美方的设想发展。如果局势一旦失控， 最终将损害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。此外，美方还多次声称，在一些中小国家开展网络军事力量的前沿部署，这是否有可能会将所在国卷入不必要的冲突，值得有关国家 高度警惕。网络空间是人类活动的共同家园，我们敦促美方改变上述危险和不负责任的做法，与国际社会一道，共同维护网络空间的和平与安全。